快抓的，爬起来。这个会不会咬咬啊？会，咬好疼的，咬。过来。不是有两只大只哦，爬了那么深呢、那么深，你看，你看大家爬了多少只了，在这里，就在这里赶海。我们不懂找，自己挖的坑，自己挖的坑。那就找，等一个，来，你的，过来，坐，过来，快，妹妹，快，抓，过来，螃蟹，光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又去那里，又去那里，来这边，你又去那里。你的枪我把它拔到一个人给十万块钱很好的，我刚刚在进来跑出门去了，对，哪个亮给弄过去啊，妹妹，哪个亮给弄过去，要去那么近才会也是好奇呀、看谁挖的螃蟹大，这个螃蟹好深呐、妹妹不让一下不，这里怎么样，见动吗，挖到什么啦？有金子吗？没有。有堆个什么海螺？你挖这个坑可以洗手。这个水它自己浸进来的。挖深很怕的。挖不深呢，它总有沙子会陷下去。哇，你看好看没？要选漂亮的。螃蟹呢？抓到螃蟹放进来，快点快点，你等一下跑啊！这里洗手啊，来开心在这里洗手。啊，那田里有鬼！谁挖的这个在这里清洗？正阳辉，这个是正阳辉的呀、放进桶里呀、快！等一下都抓到沙里面去了。怎么老是装沙进来呢？我刚刚才洗干净。对，还有一个螃蟹嘞，螃蟹在这里，那螃蟹宝宝用手抓，不见了，等一下钻沙子了，等一下他不知道去哪了，在哪里，那真想会不见了，那个螃蟹呢，这里好小，哎，海鱼，我没海鱼啊，今天海洋多，又来一个，那我不抓了吧，我抓得了，来去煮一锅粥，一碗一锅，来，海龙哥来看一下，老师傅帮你看一下，金东龙啊。乱死了，有味道啊，哇，终于挖出来了，这个螃蟹大了一只啊，拿过来，刚刚拿过来又回来打，我见到他了，谁挖谁下一根草，
动才不会。对，方向啊。哎呦，当时被哪个耳朵难搞了？想到吗？不想到吗？我冻着他了。没力气了。去那么近，换人。爱情咱们得要玩一朵。兄弟，我哥，这么近呢？哦，你妈人方人方的了。我要伸出个棍子，妈妈伸出个棍子来吧。哎，你，对对，这边的，你把它搞断了就不得了。这边。